第二，就是外蒙古一定要独立。
外蒙古呢，实际上1921年以后，苏联基本上就控制了外蒙古。到1945年的时候，外蒙古实际上跟中国已经脱离了，但是从法理上，这个他还中国还是他的主权国。所以斯大林呢要求把外蒙古这个要独立出去。独立出外蒙古的主要是苏联不想跟中国有太多的这个边界，因为太多的边界对苏联不安全，特别是在西伯利亚大铁路上，那就等于是个软肋。那中国如果中国跟苏联关系不好，如果就直接可以突破。第三个最重要就是东北。东北呢，主要的意义除了东北资源当然很重要，是吧？除了经济上的考虑外，从这个战略、从安全战略上的考虑，主要是要建立一个出海口和不动港，就是旅顺和大连。旅顺是个军港，大连是个商港。通过什么呢？通过中国长春铁路，就是现在地图上叫中东路和这个南满路，战后就合成中国长春铁路。中国长春铁路从那个西伯利亚大铁路一直从那个这个叫西这个哪儿这个满洲里，然后进入中国，通过齐齐哈尔到哈尔滨、长春、沈阳，一直到大连，这样就构成了苏联通向太平洋的一个出海口。而且是终年不动。这个事情上其实他们也经营了很多年，在这个19世纪末的时候，那会儿这个沙皇就派人来考察过整个远东地区的这个水文和这个港口的情况。当时那个外交大臣给沙皇写了个报告，就是说在东北亚地区有两个地方都适合于建立这个俄国通向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动港，一个就是朝鲜半岛，而且他举了朝鲜半岛的几个港口，比如仁川港、元山港、釜山，还有一个地方就是辽东半岛。辽东半岛呢，主要就是指的当时是旅顺清朝已经开辟为军港，所以虽然很落后，但是已经那个天然条件非常好，已经开辟成军港。同时这个俄国人呢叫开辟大连，大连这名字都是俄国人起的，不是沙皇御批的，叫大连，现在延续下来开成商港。这样子就由沙皇选择，后来尼古拉二世我看他有个批文，就选定了辽东半岛。从地图上看，辽东半岛呢当然就是离着苏联比较近，离着这个西伯利亚大铁路可以直接连起来。要是朝鲜呢，那就比较复杂，一个要从这儿一条铁路。但是朝鲜半岛也有朝鲜半岛的好处，因为朝鲜半岛更这个促进这个太平洋，大概是这么个情况。所以后来这个沙皇就选了辽东半岛。但是到了1904年、1905年日俄战争，在这个同时，他就拿到了这个铁路的这个著作权，所以道盛银行出钱修筑这个中东路，还没修完的时候，日俄战争爆发了。日俄战争爆发以后呢，日本就打败了俄国。可以设想，如果当时这条铁路要修通了，那么驻守在辽东半岛的俄军，他就有大量的军人和后备。那么
这个完了以后，战争结束以后，日本就开始向东北进发。到东北进发以后，最后是沙皇俄国跟日本做了个交易，就是你到长春就不要再往北了，我把东蒙让给你。所以俄国就把东蒙，就是蒙古东部的地让给日本，日本呢就不再往北边走。但是到了这个918以后，情况就完全变了。日本就整个占领了这个东三省，而且建立了一个这种伪满中国。这时候苏联呢，干脆就把中长路卖给了满洲，把钱收回来就完了，反正我也占不了这地儿了，港口也不是他的。这就是历史上的情况。所以斯大林指的说我要收回在东北的特权，就是指的中长路、旅顺港和大连港。这样三个这个要求，在雅尔塔会议上达成了协议，就关于远东问题的这个秘密协定。但是他要实现这个，这个目标，他必须得通过中国，因为日本这个问题是没有问题的，日本应该是个战败国，想怎么收拾都没问题。但是中国是蒙古呀，是个战胜国啊！你这个人家战胜国领土没扩张，你可把这个外蒙古给分出去了，然后再把东北拿到自己手里，这个国民政府干不干？他当然知道肯定有困难，所以美国人说我帮你做工作吧。那么当时美国的态度是什么呢？美国的态度呢是想扶植中国。从原来美国没想这个介入到，就二战结束以后，他还是回到北美去，还是当时孤立主义的这个倾向还是比较严重。那么要美国退回这个北美，那整个欧亚大陆怎么办呢？所以就搞了几个大国，大国来共同负担这个世界安全的责任。苏联、英国，英国、法国比较弱了，就以英国为主管西欧，苏联管东欧，亚洲交给谁啊？就交给中国。所以把蒋介石请到开罗去啊，你想这蒋介石那一次就一下世界名声大振，原来谁知道他？不但如此啊，当时美国设想的是朝鲜就让中国这个参与托管，本来托管朝鲜的是美国、苏联、中国和英国。那么英国实际上就是个装个样子就拉给英国，所以丘吉尔也知道，那么大老远的，他说我算了，我就不去了。蒋介石也放弃了，蒋介石放弃朝鲜和他放弃这个占领日本，日本当时也是让中国出兵去占领。不让你打日本，但是占领日本的时候也是请中国出兵，蒋介石也放弃。当时他有他的想法，什么主要是收买人心吧，什么保家呀。那么在从美国来讲呢，他是既要安抚这个中国，又要满足苏联的要求。因为美苏合作才是最主要的，当时最有实力的就是美苏，这就是构成了这个雅尔塔体系的一个基础。所以到1945年这个8月份的时候，是6月份开始谈判，6月、7月一直到8月，跟这个国民政府谈这个服从条约。美国这个也没写好，也
是这个配合着苏联在压住中国上。那当然蒋介石让步也没有办法，美苏实力那么强，特别是蒋介他原来啊，苏联是这么讲的，说你要是不签这条约呢，我就不出兵东北，我看这关东军谁去打。他很留情，他认为他不打这关东军，反正中国人没法打，中国这个欧洲战场都不胜利，中国这个广西还打完仗，所以他觉得中国人肯定打，美国人又不愿意打，那除了我谁打？所以他吊起来，你不签我就不打。好，结果美国啪扔俩原子弹，他着急了，因为美国一旦扔了原子弹，日本就可能投降。如果日本投降，就不需要苏联出兵了。如果苏联不出兵，他怎么能占领东北呢？怎么能让外蒙古独立呢？不全瞎了？所以萨林紧急下令，苏联红军立刻出动，几天就把这个关东军给摧毁。那么后边的问题呢也很迫切，就是如果中苏同盟条约没签订，日本就投降了，它也出了问题。就是这个时候苏联是可以占领东北，但是它没有什么合法依据，它没有法律依据，所以这个时候萨林特别迫切需要在日本投降之前跟中国签约，所以他就提出了几个条件。第一个条件跟蒋介石讲说，如果你要签这个条约，你就是中国唯一的领袖，我只承认国民政府，绝不跟共产党打交道。哎，这蒋介石就心里没点高兴，因为现在蒋介石主要对手是这别人什么日本人、苏联人都主要是共产党，而且他特别怕共产党背后是苏联在支持。所以第一条说到心里去了，哎，第二条呢也说到心坎里去了，说你要是签这个条约，新疆的问题我给你摆平了。新疆是什么问题？新疆呢是1944年7月11号，11月7号，这个苏联策动的这个少数民族造反起义。后来叫革命，所谓三区革命，其实就是回归造反，然后一路打就打到了敌方，就现在的乌鲁木齐，成立了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就整个北疆已经独立，成立一个别的新的国家。但是那会儿中央政府是鞭长莫及，一点办法都没有。萨林讲的一个意思呢，就是如果咱们这个条约签订了，新疆的问题呢，我就给你摆平了。这是，后来还真是，后来签了条约以后，萨林履行了诺言，要求这个新疆的民族军撤销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和这个国民政府谈判。当时他们那个有的领袖，阿里汗图烈是个大户，是这个共和国的头，坚决不干。好不容易这国家刚成立，你说撤销就撤销，你不同意，第二天这人消失了，没了，到现在也闹不清楚。我估计科哥都被绑架了，后来就提拔了新的这个领导，就开始跟这不是张治中去完了就谈判。新疆问题后来没有彻底解决，但是总是平息。第三个条件就是，如果签订这个条约以后，苏联这个红军呢3个月以后撤离东北，主权还给这个国民政府。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就同意签字。8月14号，中苏同盟条约签订，8月15号，日本宣布投降。这就是这个二战结束的时候，整个苏联在亚洲的一个战略部署就完成了。那么他
他完成了这个部署以后，苏联的主要的外交政策，特别是在亚洲的外交政策，就是维持雅尔塔体系，包括在朝鲜。当时朝鲜呢是苏联，你看苏联红军，进军朝鲜非常方便方便，他这个第二方面军从这儿一拐弯就到了，然后从这个水路从这儿直到清津港口，很快就占领了朝鲜，然后一路南下。苏联红军已经到了平壤的时候，不是，已经到了汉城的时候，美国军队还找不着，在冲绳，还600海里，所以美国很着急。因为在波茨坦会议的时候啊，这个双方的军事人员呢，对这个太平洋战争大概做了个划分，但是没有划分那么细，特别是朝鲜问题都没谈到。主要是当时没有人想到，这个日本那么快就会投降，因为那时候也没扔原子弹，苏联也不出兵，所以这个问题就忽略了。等战争一打起来，这个日本一投降。所以美国人呢就很想在这个朝鲜半岛呢也插上一脚。这杜鲁门呢就给斯大林写了封信，就提出了三八线的问题，说以这个三八线划线，因为三八线呢大概是一半一半。就当时国防部参谋在画这个地图的时候提出这个线。其实他们心里想的是什么呢？他们心里想的是，这个三七线或者三六线都行啊，你只要给我美国有块地儿。但是没想到斯大林第二天微信就打了，说没问题，就三八线。所有美国这参谋全傻了，说这斯大林脑子有问题。其实斯大林脑子一点都没问题，啥比那美国参谋都聪明多少倍。斯大林在给杜鲁门的信的最后这个结尾的时候说了这么一句，他说三八线啊，不应该仅仅画在朝鲜半岛。哦，对，你比这个美国参谋聪明。三八线你想他往西延伸，自然这个整个这个中国北部大连港这些都在三八线之内，向东延伸，大概半个日本就划了。他主要是想在日本登陆，让苏联红军在日本登陆。后来杜鲁门男人一看这情况，杜鲁门说：“这事儿我不管，这是你找麦克阿瑟，他是盟军总司令。”然后苏联就跟麦克阿瑟联系，麦克阿瑟一巴掌俩。不行，谁也不许在日本登陆。说你如果苏军还有一兵一卒在日本登陆，我就把你们在远东委员会的所有的代表全部扣住。结果这个斯大林吃了个哑巴亏，三八线呢就这样形成了。那么形成了以后，苏联占领北部，这个美国人占领南部。其实这个你也可以理解。就为什么当时美国设计的远东防御线不包括朝鲜？本来在美国的战略地图当中就没有朝鲜半岛。你往后看你就知道，这朝鲜半岛本来是没人要的地方，怎么现在就成了好像相国和谁都争？哎，主要就跟这个亚洲的战起源。这个局面。到1947年的时候，美苏发生这个在欧洲发生冷战的时候，在亚洲呢还没有表现出来。那主要就是朝鲜和这个中国了。那么朝鲜呢是1947年谈判是谈的不行了，因为美苏关系已经不好了嘛，所以。就把这个交给联合国就不管了，那么联合国呢要求这个派员
来调查，因为主要是统一问题。朝鲜是个什么问题？因为朝鲜原来不是个国家，它是个殖民地。殖民地呢，它就没有政府，没有政府，你战后这政府哪来呢？就得民选，所以必须得有这个托管国。刚才我讲了，就是英国和中国都不参加，那么就剩下这个美国和英国，美国跟苏联，所以美苏就成立一个联合委员会。但是到1947年的时候，因为美苏这个联合委员会谈不拢，他就解散了，把这个朝鲜问题转交给联合国，联合国就派员来调查弄，结果北朝鲜不让人家入境，说联合国是美国的工具，不让入境。这样子，联合国就在南朝鲜组织了大选，这就是韩国的成立。就韩国一成立，金正一看你成立了，我也成立，他就成立一个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都就在汉城。啊，真的是汉城，你看看那宪法上写的。他的意思是什么？说现在汉城还不在我的手里，但是我的首都就在那里。所以他要统一呀，他哭着喊着要打呀，啊，因为他宪法写的是首都在那儿，因为我建国5年了，还没建着首都什么样儿。这就是朝鲜半岛。但是这个两边建国就是48年，48年建国以后呢，这个。苏军就撤了，48年底苏军就撤离朝鲜半岛，所以逼着美军呢，49年底也撤了，朝鲜半岛就没有外国军了。就那个时候，朝鲜半岛真是没人要，一看穷了吧唧的，全是山，美国人不想那要的，主要是觉得那什么机械化部队也展不开，那打仗也不是个地儿，不是个战场。但是后来中国的形势变了，所以我们现在主要讲讲这个中国。刚才讲了这个，因为中苏关系吧，我说中苏关系主要是指跟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开始并不好，因为毛泽东跟这个斯大林之间俩人谁不信任。他在4-5年以前就发生了好几件事儿，就让这个毛泽东非常憋屈了。啊，比较典型的一个就是西安事变，是吧？你看杨维松写这西安事变真相，讲得挺清楚。这本来共产党跟杨虎城呢都商量好了，要轰审蒋介石，这也是共产党的死敌啊，好容易给弄下来了，是吧？结果《真理报》发表文章说这个杨虎城是大汉奸，这个不是张学良是这个是跟那个日本勾结破坏中国抗战什么什么，这一下这个让中国共产党特别吓着了，后来就没办了，啊，只能这个重新放。跟着就是皖南事变。皖南事变的时候，那毛泽东真是这个再也忍不下这口气，所以召开政治局会议，说马上全面反击，包括军事上要向顽固派国民党进攻，然后写文章什么骂蒋介石，全布置好了。苏联大使召见周恩来，说谁让你们不怕啊？现在是你们如果采取这种行动，就破坏抗战的大好局面。国民党固然有错，他还是统一战线的吗？所以绝对不许采取任何军事行动，政治上批判可以，但是不许点蒋介石的名字。所以这个第二天消息传回来，毛泽东再召开政治局会议就变了。他内心是所以到了，你看到44年的时候，其实毛泽东最初想，因为中国共产党那个时候在想在中国大陆，就是战后能够在政治舞台上能够占有一席之地，他没有一个强大的这个政治支持，不大可能。何
何况那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个大国之间这种关系就这个比较密切的建立起来。但是毛泽东最想的，当时最初想的这个依靠的对象是美国，跟斯大林想的一样，斯大林不是这个不搭理中共，毛泽东也没想搭理他。你看那个就是丁西史文到延安，这前前后后小一年，啊，这个44年夏天就去，一直到45年春天才撤，轮番的去，毛泽东是不厌其烦的跟美国人谈，主要谈的什么？主要谈的，那现在这美国都解密了，第一句话就是中国共产党人首先是中国人，就这句话，美国人琢磨很长时间。什么意思？毛泽东这话的意思是这样子的：中国人是最重要，共产党并不重要。所以他们判断，中国共产党是一伙民族主义分子，是民族主义分子就好办，啊，就可以建立这个比较正常的关系。当然，这批人。不管是这外交官，都是比较亲中共的，就是他们认为，在中国当时的这个局势下，国民党比较腐败，这个比较这个不敢打仗啊，有贪污腐化，什么什么，租借物资、军饷啊、贪污等等的，觉得共产党不错，艰苦朴素。官兵一致，到延安一看，到处欣欣向荣，啊，毛主席穿大裤衩，不行就进人，给人感觉非常好。哎，所以他们觉得这个中国共产党很可能是战后中国一支新兴的政治力量，可以跟国民党并驾齐驱，然后形成那种政党轮换制。就是这是当时这批外交官的想法，所以他们去了以后，跟这个毛接触的比较深。谈的也比较深刻，当时毛也比较兴奋，其实我们虽然是共产党，但是我们并不是要搞社会主义，共产党那不知道那以后不知道什么时候的事儿。我们现在提出的政策没有一项不是美国的企业家不能接受的，我们的目标跟美国总统林肯一样，那就是解放黑奴。那你想这美国人一听多高兴，而且还说这个将来，因为美国人讲了，说这个苏联，你们跟苏联接壤，将来苏联靠苏联的援助。毛主席说这苏联啊，战争当中破坏非常厉害，他们自救还来不及呢，哪顾得上中国呀？将来中国的发展还是要靠美国。美国不但这个经济发达，政治制度也很先进，是我们学习的榜样。等等，说了很多。周恩来还跟美国人谈，说他是说你们最好在延安建个领事馆，这我就签证方便点。所以当时这种氛围，在1944年到45年初的时候，这个共产党确实给了一种希望，但是美国的政策，美国国内的右翼势力还是比较强大，特别在国会上，再加上国民党院集团呀、什么宋美龄啊、宋美龄等等这一折腾，就不但没有采纳，这个驻华外交官的这个意见、这个建议，反而把这些人全部调回国。如果高斯大使回国以后就退休了。这个外交官更惨，全给抓起来了，当着这个共匪间谍了。这个谁呀？这个史迪威总参谋长也给撤了，换了魏德迈。所以美国这么一动，毛泽东就非常失望。所以开那个七大的时候，你看，毛泽东在七大的最后的这个结论发言。讲，我说同志们，其实苏联也是我们的朋友。虽然现在
国际主义援助还没有到来，但我相信一定会到来的，否则马克思主义就不灵了。它不是基于一个事实的判断，而是一个理论上的推断。啊，你是共产党，我也是共产党吧？你不援助我，你援助谁呀？其实苏联当时真的没想援助你，人没认为你是共产党，说你不如就是农民军嘛。啊，你懂多少马列主义？所以当时的中苏关系并不好。果不其然，日本一投降，当时中共是想这个马上战，因为当时国民党的这个军队都在打后方的嘛，在这个沦陷区和营地区的主要是八路军、新四军，所以当时中共是很希望借助这个地利，然后一举拿下这个华北华东，然后跟国民党谈判，所以命令八路军、新四军抢占这个华北大中城市，然后任命了上海市的市长、南京市的市长、江南五省的省长，全是共产党的。但是没用的，因为实际上他涉及到就是日本人还占的是日本这个向谁投降的问题，另外还有这个汪伪的军队，那蒋介石也着急，哎，也这个争还这个什么。戴笠下山去做这个周发的工作，然后给毛泽东写信，请他上重庆谈判，问之兄，中国的未来就在你我之间，请你赶快上山，咱俩谈谈。但是毛当然不去了，这么好的形势，谁跟你谈呀？赶快派兵。就这会儿，斯大林来个电报，不行，绝对不许采取这个军事行动，否则的话就要打内战。说你现在只有一条路，赶快上重庆跟蒋介石谈判，建立联合政府。还没办法，后来就去。所以，所有这些事儿录下来，就是在中国内战开始的时候，其实中苏关系是非常紧张的。那么东北这个情况，咱不细说了吧，因为没时间了。东北的情况也很复杂，但是有一个现象是。明确的就是苏联的主要谈判对象是国民政府，他跟国民政府谈得顺的时候呢就排斥中共，谈得不顺的时候呢就利用中共，最后这个苏联军队在1946年5月份被迫撤出东北的时候，那个时候是真的想把整个东北交给中共，哎，所以把这个武器当然都是关东军的武器啊留给他们，然后指令中共要占领沈阳、长春、哈尔滨，但是为时已晚，那会儿国民党的军队哗哗早已经快到了沈阳了，所以中共一看这架势根本不可能，特别是在这个四平打了一仗，也不是国民党对手，这仗都没法，这个就一路北撤，这就是当时这个形势，所以。当然苏联要维持他在战后设计的，刚才我说的整个这个战略，这个占领东北控制东北是非常重要的一环，那么他就只有指望中共能够拿下东北，但是他又不能公开的表示支持啊，因为他如果他公开表示支持，他就担心美国也公开支持国民党，那就麻烦了，那就不是国共内战，那是美苏大战。所以他一直在这个背后，从来没有这个公开的，而且也没有打量。到1946年、1947年、1948年，虽然中共军事形势越来越好，但是斯大林一直没有下决心，到底这个是不是站出来这个支持中共和中共建立关系？那么我想，他当然这个他没讲，但是我们从看很多材料分析，他不过就两不外乎两种顾虑，一个呢就是怕过早的站出来支持中共，万一中共要不行了怎么办？
第二个就是怕这个美国人干涉。所以47年、48年，毛泽东几次要求去莫斯科，斯大林都不想去。也不是，就开始都答应。47年春天答应，说你到莫斯科来来来吧，然后派飞机接你去。完了，中共赶快在山西弄块大白厂，啊，修个碱基厂，来降落。斯大林不来了。哎呀，说你挺忙的，你先指挥打仗，咱们以后再说。就到了48年，这个48年的时候，这中共已经完全是进攻的态势，国民党的败局已经大体上确定了，所以毛泽东急于要到莫斯科去，主要是什么呢？主要是建国以后怎么办？他不知道。所以我对这个国共内战有一个基本的估计，就是毛泽东开始并没有积极要求苏联援助，我们从现在看的所有的文件当中找不到这方面的材料。但是到48年以后，就是他快胜利的时候，他特别着急，三番五次的要找斯大林，要去莫斯科，哎，而且一会儿我会讲到49年以后的态度逐渐的就向苏联倾斜。为什么？主要是他不知道怎么治理这个中国，就是军事上拿下这个已经没有什么大问题，但是他掌握了这个国家以后，到底怎么管理，走什么路，什么制度都不知道。因为他中国共产党他不是像其他的，他跟俄共，这个俄共也不一样，这俄共毕竟都在大城市，不是知识分子就是这个职业革命家，他们熟悉城市，了解城市，什么竞选啊等等这些程序都懂。这中国共产党他主要在村儿，山里面转，村里面转，哎，打个这个地主分个田地都很熟悉，进城就耍野。这不是我说的，这是这个科瓦廖夫。高廖夫给斯大林曾经写了一个报告，就是这么讲，说我发现这个中共领导人怵人大城市，他不敢进大城市。中共包围上海，包围了这个好几个月，就是不进，不打。说我就问毛泽东，说你们这个为什么不打上海？说上海可是无产阶级的这个基地啊，说上海几百万工人。那你们解放了上海，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基础就强大了，就应该赶快占领上海。这个，他说你猜毛泽东说什么？毛泽东占领上海容易，我怎么管理？我们没有管过大城市，说要不然你们派专家来。再一个，这上海几百万人，这吃饭谁管？怎么管？先让国民党先管。高廖夫写了一句什么？说你看他多么没有无产阶级感情。他说中国共产党对大城市，说除了上海，他说像这个武汉呀、西安呀，都有此类情况。我看这个俄国大里边，这是你看沈阳刚一解放，林彪跟高岗就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要苏联专家，面对这么一个大工业城市，这个共产党一点经验都没有，所以我看他列那个单子，开始是要100名，啊，各种各样的专家，经济的什么什么，这个管理的什么，就各方面电力什么什么，交通啊什么，后来增加到500人，所以。中共在接近胜利的时候，对苏联的要求就特别迫切。那斯大林这会儿呢，也觉得必须插手中国的问题。为什么？因为共产党已经控制了大半个中国，
如果这个时候他又不跟这个新中国建立起一个牢靠的这个巩固的同盟关系，他就不知道他的东北的这个战略利益能不能收回来，因为他开始一直比较冷漠的态度，特别到那第二次，你看48年那次是我专门给斯大林写了封信，说如果说47年我不去莫斯科还可以的话，那么现在我必须要去了，我有什么什么什么多少多少问题列了个大单子，我要跟你谈。那斯大林，那好，好，那你来吧。好，我非常幸运，做了充分的准备，光那文件就4大箱子，然后买了新帽子、新皮鞋、新大衣，什么都准备好了。斯大林来了个电报，说呀，你还是不能来。为什么呢？说因为最近我们这儿收麦子，啊，我们这个政治局委员都下去收粮去，来了莫斯科没人。气坏了。您信写的很简单，但是我看那个阿尔沃夫，就是在毛身边的一个名义上医生，实际上是个发报员，他给斯大林发了个密电，说毛泽东的电报，就是毛泽东给你发那个电报说的很平稳，说好吧，这样我同意再推迟什么什么。说实际上他非常气愤，见人就发脾气，他老跟人说，我就不信苏联的收麦子比中国革命的命运还重要，要问我兄权，这个他们政治局委员是下去收麦子，我兄权在苏联待过，所以这可以看出来，这个到48年的时候，斯大林还没有拿定主意，什么时候拿定主意了？49年初。所以49年初的时候，那主要就是因为蒋介石也待不住了，也宣布下野，这个李宗仁上来提出了和谈。和谈这个事儿，过去一直有争论，什么南北朝什么，是吧？因为这个毛在55年、56年讲了好几次，说这斯大林不让我革命，后来革命快成功的时候，他要搞南北朝。我看这个俄国大案啊，斯大林是没说过这话，因为我想斯大林也不知道什么叫南北朝，原来他也没懂对中国历史，他懂对南北朝，这一定是毛说的。但是毛的这个印象，毛的这个感受啊，我们从俄国电报里能够体会出来。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因为这个国民党啊，国民政府呢，打不下去了嘛，打不下去了，他就，希望这个美国、英国、法国和苏联呢，来出面调停，不顾内战。那么，原来就是苏联得到的情报是，美国呢一直想调停，不顾内战，想调回去别再打了，这个也是事实。所以，特别是在这个48年12月27号还是28号，苏联大使馆给莫斯科发了一个电报，提供一个情报，就是他们说啊，他们的估计就是现在解放军已经打到长江边了，眼看就要过江，在这个时候呢，他们分析说美国军事干预的可能性已经不大。因为美国人要干预，他一定得找好时机。你现在国民党是兵败如山倒，这个时候干预不把自己往里头贴了。就是，但是政治干预的可能性特别大，而且有情报，说中共现在不是美国现在秘密的和中共接触，所以这一下就刺激了斯大林，所以苏联必须出。1月8号，李宗仁在国民政府这个照会就发出来了。苏联收到1月10号，斯大林就给毛泽东发了个电报，说已经收到国民政府的这个照会了，他们要求这个
说你知道这个苏联从来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吧，所以我们是不愿意管这些事儿，但是如果你们需要的话，那么那些什么在背后支持的，讲了一大堆那个形容词，其实就是翻译过来就是美国，是没有资格参与调停的，只有苏联才能出面调停，才有资格。说所以你应该这样答复国民政府，他就替毛泽东起草了一个回电。这回电就是讲的刚才那些意思，怎么样。说如果需要调停，那么我们只接受苏联的调停，因为这个共产党是谈判的一方嘛，所以他有这个资格提出这个要求，他就起草了。毛泽东接到这个电报以后，非常生气，因为那个时候这个就是解放军的那个军事力量已经完全超过了国民党，那个过江就是个早晚的事情，只不过就休整一下，那个和平谈判根本就是一个幌子，和谈，因为你说你不和谈也不行，不和谈那全国老百姓都要求和谈，你说你就连那个谈判代表团都接待，但是中共提出条件根本对方就不可能接受。但是毛泽东没有想到的是，斯大林来电让和谈，而且让苏联出面调停，这就麻烦了。所以他回信说根本用不着谈判，说现在谁还跟国民党谈判，就这完全是美国人和国民党的这个阴谋诡计，就是要喘口气以利再战。他说我们现在谈判不是不谈，我们现在只跟我们不跟国民政府谈，我们只跟这个地方长官谈，什么傅作义了、陈潜了什么，就是投降吧，起义吧，就谈这个。所以说你应该这样回答国民政府，哎，他又是起斯大林起草一回电，他讲的是这种啊，就是苏联不参与谈判，所以斯大林呢，当然斯大林后来又跟了一封电报，就斯大林现在这个日子不好判断，因为他们俩这个电报总来回走，因为都同样是12号，斯大林写的报说什么呢？说我的意思呢，不是非要让你去谈判，但是呢，和平的旗子你不能放去，你完全可以提出一些对方不能接受的条件，然后这个你想打吗？还能打，这样叫策略。那么毛泽东一看这电报，就松了口气，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您就别操心了。啊，说我早已经提出了这个他们不能接受的条件，八条嘛，说你要签字就这八条，这个第一条就是惩办战犯，第一个战犯就蒋介石，第二个战犯就李宗仁，他们能接受吗？那肯定不能接受。后来，这个来来往往又来了两个来回电报，三。我看你就不要到莫斯科来了，这个我派人去。当然毛泽东也知道他这件事肯定得罪了斯大林，因为从来没有人这样顶撞过斯大林吧，你想想，还给我起草一回电。所以当那个谁来的时候，当李鹤阳2月份到西柏坡的时候，毛泽东态度极其的谦恭，非常的温柔。这个一共12个谈话记录，这个大家可以看，都是讲的都这样的话，就是什么苏联就是一个榜样，苏联的道路就是公共的道路，将来我们一定要站在社会主义阵营，我们要跟着苏联走，全是这样。光说我就是斯大林的学生，说了
三次，就是要挽回跟苏联的这种关系，因为不过长江是不行的，那是命根子，他奋斗一辈子干嘛的？不是要拿下中国，结果你让我换多少费，他不行，就那个是不能让的。那这个其他的，你说就说点好听的话，谁不管？像斯大林呢，哎，也挺高兴的。很高兴李光洋回去汇报，哎，说这个军务还是共产党，还是跟着苏联走。所以你看，从1949年的2月开始，苏联大规模援助，甚至以政府的面目出现。我看过去从来没有是部长会议做决议，啊，原来都是私下。我看了一个装来一个收到美金50000元的一收条，都不知道是给谁给的，那肯定是苏联给的，哪个部门不知道，他都是通过一些什么什么中间的环节呀，或者是共产党之间，从来政府不出面，但是49年2月以后，政府连续做决议给中共人，那就已经公开化，这个表明什么？表明苏联呢，现在要干预这个中国的事情，而且要跟共产党建立密切的、牢固的这种关系联系，否则的话，苏联在亚洲的战略利益就得不到保障。那么在这个以后，刘少奇到了莫斯科，也了解到苏联对中国的这个善意，斯大林的主要的一些想法，所以他就宣布了地边岛，就是要跟苏联结盟了。所以这个时候到毛泽东宣布向苏联一边岛，就是49年7月份的时候，中苏之间建立这种政治同盟的基础基本上就确定了。但是谁也没想到后来就发生了这个特别严重的冲突。这就是关于这个涉及到中苏两国的国家利益的问题。这个共产党啊，它是这样的，它跟其他的革命党是一样，就是它没有产权的时候，它还是个地下党或者是个在野党的时候，它对国家主权的观念啊，什么国家利益是不负责任，它也没有这方面的责任。也没有这方面的意图，因为他的主要目标是要夺取这个政权，所以在这个西柏坡会谈的时候，毛泽东谈起外蒙古独立的问题的时候，跟米高扬是这么说：说中国共产党原来是支持外蒙古独立，因为外蒙古这个40年外蒙古独立的时候，全国都反对。舆论哗然了，只有这个《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等文章表示欢迎。为什么呢？那是为了革命，为了革命的利益，我们支持外蒙古独立。但是现在革命已经成功了，那么请斯大林同志考虑一下，为了这个蒙古民族的统一，是不是应该让外蒙古回到祖国？哎，他快掌权的时候呢，他当然，他是这个民族的利益的代表，是这个国家利益的代表，他当然要维护这个利益，所以他就提出了外蒙古的问题。没想到斯大林态度非常强硬，而且斯大林非常聪明。第二天斯大林回电。李光洋念说：“请转告毛泽东同志，说最近有很多人要求这个蒙古民族统一起来，他们想把内蒙古统一到外蒙古去。我不同意这样做，啊，我觉得这样对中国不利。”这毛泽东一听就明白了，哈哈一笑，我算了，以后中国共产党再也不提外蒙古的问题。这个外蒙古是一回事儿，还有这个整个这个东北的问题啊。其实
它核心的就是涉及到1945年那个条约到底还算数不算数，就是一个中国共产党掌握了政权以后，你承认不承认原来那个条约，这是斯大林最关心的问题。因为这个条约关系到苏联整个在东北亚在亚洲的战略利益，毛泽东也很关心这个问题啊，这中国共产党的这个名声问题，就毛泽东是特别想把这个条约给它废除，然后把国民党丢掉的东西他给拿回来，这样一则你看我宣布向苏联一这个一边倒没错吧，我要什么给什么人啊，我就能给要回来。第二他这个在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心目当中的形象也就提高了，地位确实提高了，所以毛泽东一直想把这个1945年的条约废除，但是斯大林呢就一直躲着不谈这个。就刘少奇去，刘少奇是1949年6月份去的时候，这个谁啊？这个中共中央曾经写了个报告给他，其中谈到关于1945年条约这个新政府如何处理的问题，中共提了3条意见：第一，废除；第二，保留。第三，暂时保留，日后修改，请斯大林同志定夺，就是你说你什么意见。斯大林画一圈在那报告上，这个问题等毛泽东同志来了再谈，没谈。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毛泽东这个忙不迭的就去了而且去之前3番5次的跟斯大林讲，我去了就是要谈这个中苏同盟条约的问题。斯大林一直没有。等毛泽东到莫斯科，就是俩人第一次见面，我就开门见山，说我来之前中共中央开这个会，我们关于这个1945年的条约我们的想法。没说完，斯大林打住。你来之前，苏共中央也开了个会，我们认为1945年的条约必须保留，一下就谈崩了，就谈不下去了。然后毛泽东给刘少奇发了个电报，说斯大林今天谈，斯大林态度非常强烈，请你和在京政治局委员商量下一步怎么办。那刘少奇他们周恩来商量半天，给回个电，说既然这样，我回来算了，给他祝寿不是？祝寿完了。后来祝寿完了，人家都走了，各国这个共产党国家领导人都来了，就毛泽东不走了。给斯大林打电话，不行，我得给你谈，不谈也得谈。打俩电话，后来斯大林没法，说行谈吧，24号谈。好，兴奋，又给刘少奇发了个电话。说斯大林同志终于同意和我谈了，估计这次就有结果，你们等消息。结果24号从头谈到尾，什么日本问题了、朝鲜问题了、越南问题了、什么国际革命，谈了半天，一句不谈中苏同盟条约的事，最后说谈话到此结束。怎么回事？那是真生气，哪也不去了。原来安排的活动全部取消，就在屋里待着，一天两天三天四天，一个星期过去，这斯大林就待不住，你不能这样啊，你到我国家来你也不到我这样，你国家元首是吧。马上从这个莫洛托夫找我，我们大使馆说你好歹请毛泽东出来露个面儿嘛！现在这个英国报纸都传开了，说毛泽东被我给软禁了。后来，当然后来这个毛泽东出来可以。那么怎么处理这个条约的问题？他们内部怎么谈的？我们现在不太清楚，看不到这个材料，但是。
中共想的这个办法，就把这个窗户纸给捅破了，就是毛泽东答塔斯社记者问，你看这俩问题啊，第一个问题，说毛先生，您到莫斯科干什么来了？是吧？不是来祝寿吗？什么人都走了，你怎么走啊？背后的意思啊，肯定是那个。毛泽东答，我到莫斯科除了给斯大林同志祝寿以外，还要和苏联政府讨论这个签订新的中苏同盟条约，聘请专家什么什么，贷款问题、商业贸易等等一系列问题，这一下就把这个问题给捅出来。第二句更有意思，记者问：“那您什么时候走啊？”是吧？人都走了，您到底是？那就要看谈判的结果如何，就谈不成还不走。所以斯大林，好，咱们就签订新的条约，咱就废除这个旧的条约。这毛泽东以为斯大林啊，你同意签这个废除旧条约了，所以他给胡宗来发了电报，说你这个一切都办妥了，你赶快来吧，你来下回就是你的事儿，就是他你具体谈判他就不参加了。结果没想到，这个在周恩来到达莫斯科之前，2号到达，苏联已经整理好了所有新的条约的各种文本，一共13个文件，中苏同盟条约什么，旅顺港大连港协定、贷款协定、专家协定等等等等一些，其中最核心的就是这个中长路旅顺港和大连港协定。条约是新的，内容还是1940，基本上你除了讲了其中有一条，就是对日合约签订以后，这个归还旅顺港，其他的都没变。所以这毛一看就急了，他到什么时候了？到23号才交给中方，就是1月23号，其实这日子就越来越接近，越来越重要。1月23号交给了中方。后来毛泽东一看这个就非常生气，那当然，你这不换汤不换药，这蒙谁呢？这，让咱们重新考虑。那么26号，中方的这个协定就交给了苏方。中方的这个协定呢，就是要求苏联在合同签订之日起立即归还大连港、大连市的行政权。然后到1952年底以前归还，无偿的归还旅顺港和中长路。如果按照中方的这个协定，你看整个这个斯大林的这个亚洲战略就塌台。最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他出海口不动港是肯定没了，然后太平洋舰队就得回到海参崴。如果苏联的太平洋舰队回到海参崴，就出现了一个大问题，就他没有办法控制太平洋，他得封在日本海里，因为他要出来必须经过对马海峡，这边是南朝鲜，这边是日本，都在美国的控制下。所以中方提出这个条约，对于斯大林来讲是个要命的东西，你说他能接受？所以我看了三份那个俄文本的这个，就中方这个文本翻成俄文，其中有一份批改的最厉害，几乎就全给划掉。不是插的，就是杠的，就问道儿，最后签的字，我不同意，是大你。你从字里行间能看出来斯大林的愤怒心情。但是28号，苏联交给中国的那个方案、那个文本，
几乎就是中国发起的。这是哪天呢？1月28。大家肯定会问，为什么？因为这件事它涉及到苏联的核心利益、根本利益，三菱为什么会让步？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三菱做出如此重大的让步？主要是美国人。因为在莫斯科，就是那个毛泽东困在莫斯科没走的这个时候，美国发现这个中苏这个谈判出了问题。29号，国家安全委员会就专门讨论对华这个政策。因为在国共内战的时候，美国采取的是等待尘埃落定，这个不参与中国的事儿，等这个仗打完了，看清楚谁赢，咱们该支持谁支持谁，啊，这个下一步怎么关系怎么发展。所以到了这个时候，你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这个中国共产党占领了整个中国大陆，国民政府10月8号逃到台湾，这个尘埃已经落定了，所以美国必须做一个决定。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出了两派意见。军方认为呢，必须得支持国民党，啊，说因为这个，这离着美国的这个远东防御线太近了，不能这个时候，这个台湾不能再让给中国。但是，国务院的意见正好相反，国务院认为，首先要搞清楚谁是美国的敌人。艾奇逊讲不清楚，美国的敌人不是中国人，是俄国人。我们不能把美国的在远东的兵力啊、财政都来用来对付中国人，让俄国人做山高虎高，那不傻。所以我们现在最主要的这个政策策略应该是分裂中苏，不能让中国这个进入苏联集团，哪怕让中国中立。那么我们和苏联之间也有一个这个宽阔的这个中间地带，美苏就没有发生冲突的可能。哎，杜鲁门说，对，说你这个主意对，那你怎么才能把中国拉过来？说那也好吧，你就把蒋介石卖给我，把台湾让。你说毛泽东现在最想解放台湾，你把台湾给他们就完了。而且这事还得赶快，你再慢人家签了就完了。所以1月5号，你看，因为中共跟那个美国这会儿已经没有什么接触，也没有什么直接的通道。毛泽东也说别来死不来的，把你大事给干了。所以杜鲁门直接发表声明，1月5号。台湾没有任何野心，如果台湾海峡发生战争，那是中国的内战，跟我们美国呀一点关系都没有。那意思就是毛泽东一打你不打，他肯定不管。艾奇逊12号也发表演说，啊，讲这个中美如何如何，中俄如何如何，这个历史上苏联这个俄国人怎么侵略中国，是不是？所以这一番话说对斯大林的压力就很大，这都是公开讲，因为他没有渠道再跟中共沟通了嘛，只能就通过公开的广播报纸。所以毛泽东看到了，斯大林也看，而且这个艾奇逊还有招儿，散布谣言。我看他给这个美国驻法国大使、英国大使发的电报说，鉴于目前毛泽东在莫斯科受困的情况，啊，你要通过媒体，通过各种这个渠道散布如下消息：第一，就是毛泽东被斯大林软禁；第二，讲这个苏联想占领中国的这个天津、青岛、什
承诺的是几个战略城市，说毛泽东不答应，所以僵在那儿。第三是苏联要，不是苏联向中国要300万劳工，中国给不了。这个还有离奇的，说这个因为毛泽东长期不在国内，这个刘少奇跟朱德打起来了，一个是亲美的，一个是亲苏的，总而言之就到处散布谣言，扰乱这个人心。这个苏联情报部门确实得到很多的情报，包括从中国发去，说中国对这个毛泽东在莫斯科受到的这个礼遇不满，哎，什么这个斯大林没到车站去迎接呀、啊，什么什么的，所有这一些就给斯大林造成一个无形的。他就面临一种选择，如果他要是不同意毛泽东的这个方案，那毛泽东就会空手而归，中苏就接不上这个同盟，签不了这个同盟条约，那毫无疑问美国的阴谋就得逞，就看到这个情况。而且在这个节骨眼上，周恩来又给他制造了一个1月28号，周恩来去见斯大林，说我要见斯大林，谈什么事儿？说我想谈谈外蒙古的问题。斯大林一听眼就变了，说毛泽东说你们不提外蒙古的问题吗？怎么还来谈？周恩来说不是啊，他是这样的，你这个因为我们已经废除了1945年外蒙古独立的法律依据是就是这个条约。那么你废除了以后，那外蒙古等于他就失去了，外蒙古独立就失去了法律依据了。哎，是怎么回事啊？那怎么办？我们考虑由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发表一声明，承认外蒙古的这个独立这样一个既成事实，这不就解决这问题了吗？哎，这三军觉得可以。但是他一看这个周恩来拿上来这个起草的文件，他就明白周恩来什么意思。周恩来的意思是什么呢？说呀，中苏同盟条约呢有两个附件，一个附件呢就是外蒙古这个承认外蒙古独立这个，还有一个附件就是中方关于旅顺大连和中长路的协定的这个草案。说这两个附件要同时发生作用。他的意思呢，斯大林当然就明白了，说如果我要不同意这个旅顺大连这个，那这外蒙古就问题就吊起来了，那整个那就问题就更大，外蒙古的独立这个也会失去法律依据。我想主要是这两个因素，因为美国成了这个中苏外交谈判的无形的第三只手。再加上周恩来的紧逼，所以1月28号苏联接受了中国的方案。那么苏联一旦接受这个方案，它就出了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它原来依靠雅尔塔体系构建的这个和中苏同盟1945年这个中苏同盟条约构建的这个亚洲战略，就完全的这个丧失。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会怎么办？1月30号，斯大林给平壤发了一封电报，请转告这个金日成同志，我同意他的计划，但这件事一定要做得非常缜密，请他到莫斯科来，我和他当面谈。2天以后，2月1号，他又发了一封电报，说我昨天谈的这个事情非常机密，不得告诉任何人，包括中国人。说你个现在别来了，毛泽东还在莫斯科，我找不到你。这怎么回事？
就这封电报说明斯大林完全改变了对朝鲜的这个战略。好，我马上。为什么改变这个战略？因为能够替代中常任旅顺长和大连长的就是朝鲜官员。从这以后，这个金日成四月份就到了，然后他们就整个设计这个朝鲜战争怎么整，发动了兵力部署啊，时间，然后6月25号就拿下了。所以，我当然这是一个，这是我个人做的一个判断，就是如果斯大林想要弥补他在中苏同盟条约这个问题上造成的损失，那就必须通过占领这个朝鲜半岛，控制朝鲜半岛，或者在东北亚地区造成一种紧张局势。因为如果造成一种紧张局势，旅顺和大连中常任还会回到苏联手。所以2月份，米高扬和这个周恩来就开始谈中常任。苏联就提出来，如果远东地区发生战争或者战争的危险，应该允许苏联无偿使用中常任。后来中国同意。后来的事实也证明，就是当朝鲜半岛进入到这个战争状态下，1952年9月，周恩来果然去了莫斯科，因为年底苏联就要归还旅顺港。周恩来去的意思就是，你们不能走。那当然不能走，战争这么紧张的情况下，中国有没海军，苏联一走了，这旅顺港就空了。哎，斯大林说，那不是我们不走，是你们不让我们走。那好，再签个合同。结果又签了协议，中国要求苏联长期占用旅顺海军基地，而且没有期限。所以通过发动朝鲜战争，斯大林就达到了他的目的，既跟中国结成了同盟，也保证了苏联在亚洲的这个战略利益。刚才定个条子，因为时间的关系，这个我在讲的时间就到这儿。其实后面还有很多故事，但是我们实在是没有时间讲。对，这个还是听他们安排。学们一定有不少的问题或者疑惑亟待解决。那下面就是我们精彩的互动环节，如果大家有任何关于冷战的问题想要问沈老师，请积极举手示意，我们的工作人员将会把话筒递到您的手中。好，那位同学。喂，沈老师你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一名本科生，非常荣幸能够听您的讲座，也非常欢迎您能来到北京师范大学。有一个小问题想请教您一下，有一个作家叫乌梁，他写过那个《亮剑》那个作者，他最近有一本新书叫《大崩溃》，是写那个玉香桂会战。之前上个星期五晚上，我到北大听了他一个讲座，他说根据他最近写这本书翻阅的资料，他认为这个苏联出兵东北以及后来的朝鲜战争，对，跟这个玉香桂会战都有点关系，因为他说本来美英盟军是准备在中国大陆和台湾登陆，然后和中国国民党军一起配合进行反攻，但是后来在玉香桂会战中，国民党军的表现实在是太糟糕了，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边，损失了2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以及几十万的军队，
所以美英军队对国民党军表示非常失望，因此他们在1944年底在加拿大的魁北克开了一个会议，决定放弃在中国登陆的计划，同时邀请苏联那出兵东北，才有了后来的一系列的事情。那对于这个事情，我后来没有查证，所以想请教一下沈老师，这种观点就是关于由于玉香会会战的溃败导致的后来的魁北克会议以及美英放弃登陆是否有这种说法？谢谢您。具体的你说的这个材料我也没看到。其实这也不难找，应该这个美国登陆的大名都有，但是就我看到的这个资料，美国对中国军队的失望是肯定的，这种失望呢就导致了他不得不请苏联军队来参与太平洋战争，因为这个恐怕也是下策，但是也是不得已的。谁最积极就是谁，那就是你。沈老师你好，我想问的问题是那个，就是说在朝鲜战争爆发以后，中国志愿军进入朝鲜，但是在现在很多观点都认为说，当时中国志愿军进入朝鲜完全就是个错误，就是毛泽东可能犯傻了，以至于在朝鲜战争中，中国实际上是负面影响远远大于正面影响，一直到现在，就是说朝鲜战争对中国的负面影响还是存在的，请问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谢谢。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我的看法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其实你说的这个观点，其实我也都听到过，网上也有很多。现在很多中国人认为，中国驻兵朝鲜是做了个错事儿，做了个傻事儿。就是历史研究是这样子。你一定要回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上去，来看这个毛泽东这个角色是究竟是怎么做，是吧？我其实写那本书里头写的非常详细，但是今天我只能最简单的回答你，就是我认为毛泽东最后决定出兵，我讲的是最后，就是18号他决定出兵。是完全是背水一战，根本没有必胜的把握。他为什么还要出兵？就很可能打败仗，他是一场空。主要的目的就是要维持中苏同盟，因为刚才我的故事讲完，你应该知道他和斯大林之间的这个信任已经完全没有。前头发生了那么多事情。最后在关键的时候，在涉及到苏联这个战略利益的时候，又让毛泽东长了一下，所以他们之间的这种信任关系呢是完全不存在的。这也就是你看这个中国这个朝鲜战争爆发到中国出兵这个过程当中，斯大林变来变去就是不相信毛泽东，不知道你要搞什么鬼，那这个别人都不知道，但是毛泽东心里门清啊，这事儿，所以他怎么才能维持住中苏同盟这种战略关系，这种政治构架？那只有取得斯大林的信任，那就是按照斯大林的要求出兵朝鲜。一旦这个取得了斯大林的信任，中苏同盟巩固的建立起来了，中国的安全不是靠中国出兵朝鲜保障，而是靠中苏同盟条约保障。美国就不敢有任何动作，而且国内的经济建设、国内的社会整顿的问题等等，都要靠苏联帮助。我想这是毛泽东一个最根本的考虑。那么当然还有一个也不排除，就是因为他也讲了很多对朝鲜的这个关怀啊，什么不忍心啊等等类似的话说了很多。如果你往后看，你看到整个中朝关系的变化，你知道毛泽东是一个什么心态？他是一个中央王朝这个皇上的那个心态，就是你这个朝鲜、越南周边都是藩属，
啊，我都要照顾的，啊，你有什么难处，有什么困难，这个我不能不管。再加上他要做东方情报组，他一直想搞东方情报组，要在亚洲建立一个以中国为核心的革命阵地，所以他也不能不顾及周边这些国家的革命形势。所以我想到的这个应该是基于这样一些考虑。那么我们判断一个人的这个决策是否正确，主要是看后果，是看他所预期的目的是否达到了，对吧？所以其实历史告诉我们，他的预期目的都达到了。一，中国一出兵，三天以后，不是一出兵，就跟美国一打仗，25号，三天以后，28号，斯大林就通知周恩来，苏联准备出动空军了。11月1号，苏联空军就上天了，参与了朝鲜战争，一直到战争结束，空战基本上是苏联打。而且从这个中国出兵以后，大量的苏联专家贷款增这个援建项目就到了中国，解决了毛泽东的后顾之忧。当然战场上就不用讲了，除了60个师的这个现代化装备，光米格15当时是最先进的这个战斗机，300多架。哎，有人说毛泽东，有人说斯大林感动的流下了眼泪，这个我没看到材料，但是看他这些做法，我觉得斯大林是感动啊，因为他知道毛泽东其实出兵的是不应该去的，是错过了出兵的最好的时机，但是他还是这样做，这个目的达到了，而第二个目的也达到了，朝鲜战争中国出兵，就把对朝鲜的控制权掌握在中国手里。从鸦片战争，什么鸦片，就是甲午海战以后，这个中国对朝鲜的控制就失去了，就转到了日本人手里，后来就转到了苏联人手里，中国出兵朝鲜以后又转回来，当然后来他又放弃了，那是58年的事儿。那么从这样来判断，我们不能说毛泽东做的出兵朝鲜的这个决策是错误或者是愚蠢，就是他有他的考虑，而且他这个考虑呢就实现他的这个目的。那当然我知道所有人讲的这个中国不该参与这场战争，是因为战争的结果对中国的代价太大，损失太大，什么死了多少万人，比美国多多少，是不是一般的考虑是这样，但是我请大家要这个注意一个问题，所有这些代价这些损失是什么时候发生的？是在1951年4月份以后，3月份以后，因为前期中国非常顺利，两个战役死，第三战役几乎就是没怎么打，一幕府才俘虏3000多人吧，你想，就占领了汉城，就一路打下来，没有太大损失，有损失都是自己造成的。5万人非战斗减员，因为这个单衣单褂，这个早上起来就手指都冻掉了，这个腿给冻坏了。真正的战争损失并不大，所有这些都是在第四次战役、第五次战役和后来的这个反复的拉锯战当中造成的那么大量的损失，于是就出了个问题，就这些这个结果不是出兵造成的，是1951年本来能够停战没停战造成的，不是吗？1951年联合国那个提案，但是其实我那本书里也写了，如果大家这个详细的我就没时间讲，就是1951年联合国提出这个停火协议，中国完全有理由接受，也完全应该接受。接受了那个停火，对中国有百利而无一害，因为当时真正需要喘口气的不是美国人，是中国人。你看彭德怀那个电报写的太清楚了，
中国到五一年初根本这仗就没法往下打了，结果硬着头皮不接受人家那个提案，哎，因为本来啊这个提案是对美国不利，因为美国当时一路败退了，你说在这个时候要是签了个停火这个提案，而且还给中国那么多好处，说只要中国同意停火，联合国的席位问题、台湾的地位问题、对日合约问题、什么远东一切安全问题都可以通过政治会议解决，那就把中国摆到一个非常有利的外交地位上。所以美国一致认为这个协议就是个投降书，绝不能签。但是不签怎么办呢？不签就是整个从联合国到所有的世界各国，包括法国、英国，都会把这个战争的责任推到美国的身上，因为美国一票否决嘛。如果美国不同意这个提案，他就提不上联合国安理会的，所以得先征求美国的意见。结果美国就作罢，说到底你说同意也不是，不同意也不是，同意吧真是憋了口气，而且国会肯定会反对，这政府肯定反对，你不同意也招致全世界的指责，这个日子也不好受，怎么办？最后美国人下决心赌一把，就看你中国是不是拒绝，如果中国拒绝了，那么仗我接着打，使门子全扣你头上。结果中国真的就拒绝，这以后形势就大变，从外交上这个中国完全孤立，你得罪了所有的国家，啊，政治上、经济上就实行中国全面封锁，都是在这以后，中国是侵略国家嘛，联合国定了是侵略国家，所以全世界封锁。然后美国马上反击，人家可逮着借口了，是你不停啊，结果中国又是战争的这个责任者，然后军事上还一败涂地。外交上处于完全孤立的地位，所以真正的决策的错误是1951年拒绝联合国提案。这个我想，主要是这个胜利冲昏头脑，错误估计的形势，导致了这样一个结果。这才是两年多以后最后停战造成那么大损失的一个主要原因，而不是出于。老师你好，你好，我有个问题想问一下。刚刚您说那个斯大林通过，就是说在和毛泽东谈崩以后，他后边转向了朝鲜，结果通过朝鲜来最后达到了重新又实现自己战略意图的那个想法。通过您的描述，我感觉他似乎说通过加剧这个中国和朝鲜周边这个环境上面的这个紧张局势，然后逼着中国再重新和。苏联站到一起去，但是呢，他会不会是另外一种情况？就是说，他也许是，不太想利用中，因为他失去了大林和旅顺军港，那么他是不是想要通过朝鲜那边再开启一个军港？就是他也许他侵略韩国本身就是他侵略韩国本身就是他的目的，就是他虚实的，是不是这样的？对，我可能刚才没太讲清楚，我讲的是两方面。首先，他是如果控制了朝鲜半岛，就是金日成的这个进攻胜利了，那么他就控制了朝鲜半岛，那么朝鲜半岛就替代了辽东半岛，他就实现了他的这个战略目标。如果进展的不顺利呢，那么就形成僵局吧。形成僵局的情况下，那中国就会自然会请苏联回来，这也没问题。那么最坏的结果就是打败仗完了，最后就让中国出面顶着。我想这斯大林的缜密的考虑。老师你好，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在您刚才的讲述中，从1945年开始，二战的结束，然后那个苏联一直都
苏联跟国民政府一直都是有交流的，并且他在国民政府那边取得了很大的一个利益。那么为什么在后期他没有继续跟国民政府交涉，就是说那个游离于中共和国民党之间取得更大的利益。然后我们知道俄国一直就是一个非常贪得无厌发展起来的一个国家，为什么他不继续这样的一个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一个左右摇摆来取得更大利益，而是就是虽然说开始不接触那个共产党，但是实际上是有联系的，并且慢慢的使共产党走到了他的一方，使国民党走到了美国的一方，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发展？这很简单嘛，你想想，那到了49年以后，国民党还有什么值得跟他联系的？连这个美国人都抛弃他了，啊，就是。如果这个苏联这个时候再跟国民党这个保持多么紧密的这种联系的话，那他就会让这个共产党不满意，是吧？所以实际上他表面文章也不是不做，这个我就不给你细讲了，我那书上都写了，就是斯大林这人吧，他做事非常周全，其实他面子上的事都做到了，你比如。那个国民党政府迁到那个广州的时候，他让苏联大使跟着去的，但实际上没任何事，主要谈判还是在跟共产党之间，他是进可攻退，他是这个人，斯大林这个人真是非常聪明。好，谢谢同学们。啊，好，我看到了还有很多同学有问题，那么我们想到沈老师已经站了2个多小时了，那么我们给沈老师以热烈的掌声吧，好吗？好，那非常感谢同学们积极踊跃的提问。那么从沈老师的讲座当中呢，使我们更加深入的了解到了亚洲的冷战起源、中苏同盟的建立以及苏联和中共之间的精彩细节。那么让以热烈的掌声感谢沈志华老师在百忙之中抽空来到北师大，也感谢到场的各位来宾和同学们对于我们风云论坛的支持，希望大家能够通过我们的人人主页关注我们今后的活动，让我们共同期待下一次风云论坛的到来。大家晚安。